喝咖啡吗？ 2021年双十一期间，于田村咖啡全网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，位列天猫挂耳及咖啡液双类目第一。我们的冲淡技术是低于1%的，也就是说它能够使得氧气很少很少，常氧量值低于1%的情况下，那么它也就是无论你是一个月之内的，或者说半年之内打开，它仍然保持很新鲜的口感，这才是 真正解决了我们的挂耳咖啡跟店铺里面现磨的，或者说现制咖啡没任何大的区别的理由就在这儿。